老师吧，刚刚说什么？因为咱俩要干嘛？我轮到我们三个的时候，我们已经，我们说我们签了嘛，那是自己的事嘛，自己的事，那自己签，自己走路嘛。 下次我们再见不到十年。呀，这个刚说的啥？你当吧。我们呀那阿门玛西，卡姆维哈拉呀那吉。你看那么小呀，为什么？阿斯呀那萨巴卡姆维，梅多里加呀那就。 再见，泡泡。啊，不想再走了。拜拜。我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也。哥。哥。哥。 我去世的时候，我应该挺伤心的。我又见很多事情，然后又被别人欺负啊那啥的。然后现在慢慢的长大以后，就没有那么多人欺负我了，然后对我好的人也比较多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想一想以前的事情，不是现在跟以前比起来是不是挺好的？就觉得肯定以后比现在好了。 我就觉得，然后肯定一天比一天好。